好，暑假到了，要准备计划去哪里玩呢？在高雄的科工馆有为期两个月的僵尸展，展出第二天一早就有很多民众排队来买票，不只可以看到各种僵尸，还可以跟僵尸近距离的互动，甚至来换装拍照。另外，收藏家也展出传承十七代的上百件百年法器，游客可以看个过瘾。僵尸冲出来，民众竟然不怕，抢着和僵尸合照，还有人跟着僵尸跳。欢愉气氛划破阴森诡谲场景，僵尸展高雄登场，不少人买票进来就是想换装来一个大变身。民众自制符咒演起搞笑恐怖片，展场各种僵尸都让人看得很过瘾。道士手中拿着法器，电影里最常见的赶尸道具，展场中也能看见上百件百年法器，让民众大饱眼福。好玩。你喜欢僵尸对不对？不喜欢。他看到路口有在动的会害怕了，但是进来之后看到人很多，光线很亮，就好像还好。他会怕僵尸，想说应该会很恐怖，然后很多人不敢进来，结果好像蛮欢乐的。少一点恐怖感。拟真僵尸跳进高雄，为期两个月，开展第二天，大家一早就来卡位。南台湾在先，疯僵尸热潮。记者刘文发、许琼文高雄报道。